港轮胎的月饼我们就吃得多啊，那么港轮胎的点心你没有吃过吗？今天我们就去试试看 ，Let's go。这个景轮胎来记呢，其实就是位于这个 Kota Damansara 的这个三威吉扎莫里面。讲到景轮胎呢，月饼肯定你们是一点都不陌生的了。其实这个点心呢，是在月饼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它已经是在做这了。那么就大概在70年代那个苏丹街那边。而现在看到的这个背后呢，就是这个苏丹街的这个背景。那么他们那时候就是在那边卖着这个景轮胎来记。那过后他们才慢慢延伸出有酱料、月饼那些东西。所以就到了这个点菜的环节了，什么什么都不要讲，我们先吃东西先。刚刚就叫了这个鲍鱼糯米鸡啊、虾饺啊、烧麦啊，然后也是有叫了这个辣油炒熟，那么他这个也是有叫了一些烧麦，然后生葱炸大饼，然后他们蛋挞那些我都试一下了。OK， 来，哇，这样快了，快一准嘛。来，辣油炒熟。哦，就是这个辣油辣炒熟。葱大饼。鲍鱼糯米跟它慢慢开。好，各位，现在我们试一下这个烧麦。要点一点酱，整只虾在里面了。然后我听人家讲，哎，这个是会喷水出来的，跟我说真是假的。哎，我们试一下，一口下去啊，就真的有水要接触了。哦，所以这个里面呢是有汤汁会走出来的，所以啊，姜包酒糟嘛，这个是会喷水出来的。然后我们现在哈搞啊，那么其实我们外面平时吃呢，吃来吃去都是这样子不了。那么其实就是要看那个虾新不新鲜，一不新鲜啊，整盘可以丢了的，不能够吃的。OK， 点心最重要就是要吃到那个虾的味道，在那个哈搞整个哈搞里面，因为如果一个真的不小心啊，不美啊，就整个都毁掉了。所以这个是非常的棒，真的好吃。好，各位，这个就是一个鲍鱼的烧麦啊，我们要试一下看会不会喷水出来啊，不如你来讲啊。也试一下看啊。一口一粒很大粒啊，这个而且还喷水出来，哇，真的这个特别，这个真的很不一样。我是时常去不中排队那一班人来的，所以我也是知道一个点心好吃不好吃全部我们也懂。这个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点心，然后也非常大力，分量非常的大，平时是很小搞不了，比较小力一点，这个真的是大力一点。那么现在我们先吃糯米鸡，先这个鲍鱼的，那么有香菇，哦，菇是用大力的，不管切小了，然后也有这个腊肠，有鸡肉、猪肉，有叉烧，有鲍鱼，试一下。哦，这个美。各位，现在这个叫做生葱大饼，那么我在外面的点心店是从来没有看过的，只有他们港轮胎有这个东西。那么里面是有点鸡丝啊、葱啊这样子啊，它鸡丝满满一口，然后它葱味很够，很香，因为它是有点像那个面包这样子，但是不会油油。这个是红油抄手，现在这个就是一个辣油的这个，有点像水饺这样，但是我怕给那个辣油啃到，我每次都中了。它的红油没有很辣，所以还 OK。 好，其实他们这个景轮胎来街，它不只是有点心可以吃的，就是点心从早上8点到下午2点，那么其实他们也是有这个煮炒可以吃的，好像他们的桑哈米啊，有几样东西都是非常出名。那么刚才我们叫了点心吃了嘛，那么顺便又再加了，又再加这个煮炒来吃一下。那么煮炒方面，他们就从早上10点半到下午2点，然后5点盘完就到晚上10点半了。那么现在我就等他们上菜，我刚才又 order 了一点。 OK。哇喂，它的那个鸡哦，我看到是那个嫩嫩的，怎么还橙色橙色这样子的？哈够吗？哦，它的哈够哦，老贵，先拿个盖杯来试一下先，统计盖啊，还嫩嫩的肉啊，这个什么酱啊？泰式酱这样子、啊，哇，那肉好吃好吃，它肉啊，猪心猪心嫩嫩的，不是那种。猜猜，然后我不懂是那个它是桶鸡给的原因呢，不会太多太多油啊，那种老鸡啊它很多油，那么就吃到比较很腻啊，太多很腻。你看它的肉很美的哦，你们要看吗？哇，还有这样子啊，化妆品啊，我们试试看。
好热，很香哦。就是因为它是烤，所以它有自己的味道。好，现在我们再试一下这个，哎，这个放进旁边，德国猪手。那么吃猪肉，我会喜欢吃瘦的，不什么鬼。哦，这个好料啊，这个是泰式来的。自己调。自己调啊，有放芝麻、蒜米，然后芫荽那些。嗯。哇，要吃一点点肥的。嗯，然后现在我们要试看这个瓦丹头，他们讲这个是这个瓦丹头是这边出了名啊的这个招牌菜来的，所以我们就试一下看它的瓦丹头怎么样。哇，那个虾多到，你看里面有烧冻啊，有猪肉，有海鲜，有炸米粉，有河粉，那个河粉全部是炒过的米米。嗯，哇，它蛋很香哦。它这个真的是洗表吃，然后我们吃干净先，因为我现在要吃上哈敏。OK， 好，现在我们吃一下这个这边鼎鼎大名的上哈敏。那么上哈是一个头特别大的一种虾，我先吃下它面前，因为我看它整个东西呢，其实都是红红的，是因为它的那个哈沟呢流进它的汁里面，把整个东西变了红色。其实它不是放豆梅多酱，也不是什么，因为我去以前去沙巴吃过豆梅多面，我就以为是那个东西，原来不是，试一下看。嗯，哇，那虾的味道，哇，那个虾膏啊的味道进完整个那个灶里面了，哇，哇，全部烧完它那个，哇，如果喜欢吃虾的人，这个就肯定很on了。如果你不喜欢吃虾，你要吃那个面，你就会 feel 到很像吃虾这样，因为它的面全部走完进去那个虾的味道。嗯，好。重头戏来了，大家试看这上哈长什么样子。那么我就很少会吃头啊，我都是吃身体会比较多。那么现在试一下，哇，好彩啊，现在可以用手拿，刚才太热就不能够。好热好热。好，各位，现在我们就已经吃完了点心，然后做一个总结。那么点心部分呢，可以讲是大金嘎嘚水，而且它的那个酱爆，我是觉得，哇，真的是很爽的，是 video 里面可以看到，被喷完出来的，那个真的是好吃，而且也很大力。那么如果嘴巴小的朋友要分两次到三次来吃，真的是一粒要分三次，我觉得是不错啦。第二样东西就是今天这个猪草的部分呢，猪草部分它这个烘的鸡啊，真的是很嫩啊，那个鸡肉真的是很嫩，我不知道怎样跟你们讲。然后它烤着会非常的香，然后再来上哈敏，真的是 one of the 忘记不到的一样东西，就是它把所有上哈的哈沟炒在跟那个我们的那个所谓的很像瓦丹头这样的汁一起，哇，那整体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棒，而且猪手也非常的 best。然后 for 这个瓦丹头的first impression 就是啊 ，walk hay 啊，首先那个瓦丹花，它的蛋炒到又香，然后不懂啊，它的那个 temperature set 到很高嘛，炒出来就是香 ，walk hay 高高 ，good good 啊。如果大家对这个点心或者是煮炒有兴趣的话，我会把这个店的这个联络方式啊，这个地址啊，跟那个电话啊，放在那个 post 那边。那么还有哎，他们这个新年的时候啊，好，然后也是有这个新年的配套，那么也是有捞生啊、盆菜啊这些东西，全部他们都有。OK， 今天我们的 video 到这边，非常满意的一餐 ，very best。